星堡门旁边就是美国大使馆啊，然后这面这个建筑是个银行，据说是很屌，我现在想进去看看，不知道能不能让进啊。这面就是东德的那个彩电塔，我又从那边回来了。现在我去这个银行好像关门了，不行我就再往上网上搜一搜，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，因为据说里面很屌。里面好像很屌的样子。